小孩子，文尊好，皇帝好，好，我叫陈彦甫。然后这次暑假嘛，我要回去越南看我爸爸妈妈、外公外婆。在飞机上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大日出现，就在我那个面前。他在那边停一下下，然后突然里面跑出两条龙来跟我玩。一条红的，一条青的。玩一玩，我也自己身体也跟着动起来。因为我是奶奶请别人带，然后我动一动那个帮我带人，他有点声音，他说你身上有虫吗？然后呢我就假装没有看到样子，然后我睡觉，他看我没有在动的时候，他自己也睡觉。他睡觉的时候，我就眼睛睁起来，再继续跟那条龙玩一玩，玩到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又跑到大日里面去，结果我吃完饭准备要收起来的时候，那两条龙又出现了，他围在我身边，然后好想要跟我玩的样子。我从一上飞机玩到下飞机还在跟他们玩，玩到我妈妈来接我的时候，他们才又跑回大日里面。到妈妈家的时候，因为第一次回家兴奋嘛，晚上睡不着，那两条龙又跑出来跟我玩，因为暗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所以那个大日就留在那里，没有变不见，留在那里给我们放光照明。两条龙还有我一直玩到天亮。有一次我在光堂，我在给奶奶带动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大日就在我面前。那在我面前没有怎么样，可是它是透明的，紫色的，然后外面是紫色，里面是彩虹，然后这样旋转旋转旋转，像一个台风一样。旁边还有那个什么，这样一条一条丝，我看的都在那边呆住啊。奶奶叫我才起来，那个大日又不见了。我跟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在享受你，你怎么在叫我？”然后奶奶说：“哦，好好好，你继续享受。”然后之后呢，我去睡觉。隔天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一起来整个身体觉得很凉快，很舒爽。一起来，然后整个身体好像被结冰一样那样子。突然我觉得冷了之后，我说变热就热了。哦，你用想的就对，热，可是太热了。太热我又变冷。然后冷这是刚刚好，就走到外面，去那个什么奶奶煮水饺嘛，我就喝那个牛奶。奶奶煮好说我已经吃饱了，奶奶说你刚刚根本没有吃，你只有喝一杯牛奶。奶奶，你煮得太慢，我肚子好饿，我已经先吃好了。然后自己变的哈。对，还有一次，奶奶经常问我学校午餐怎么都不吃呢？那我就问奶奶说，我每天都会那个看一下午餐表嘛，今天有没有我爱吃的？没有我爱吃，我就先吃。然后午餐就吃不下，有我爱吃我就不吃，等午餐再吃。你用想的。对。然后我这样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吃午餐，然后老师跟我说，好了，然后跟奶奶说，好，我会叫他改进的。结果。我第二天到学校之后，还是没有我爱吃的，我还是先吃。可是到午餐的时候，我请本体把我变饿，然后饿了就吃得下。就吃这个微摩羯的。对，微摩羯的。然后我每天都这样子。也是整整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都不饿了啊，都不会饿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而且还不用手去拿。对啊，他自己会弄给你，他自己会喂给我们吃，本体会弄给你吃。对，我们想什么他就做什么。哦，你看实现，那很好很好，继续讲。好，之后那个什么，我在光堂泡茶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把茶叶放进去洗茶？把茶叶倒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再加一杯水倒进去，我正要盖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茶就说话了。
他说你不要盖我好烫，所以我就不盖哦，我就不盖哦。然后我刚一拿起来，看到本尊在里面，就浮现在那个什么，在茶的里面。对，然后小小的一个，就觉得你好可爱哦。很好很好，好可爱。之后呢，他自己就跳起来，他说你可以盖。哦，在里面讲话是分身，是分身啊！哎，我上去，来叫我们洗澡，洗澡嘛。然后我洗一洗，那个水珠都打到那个大日。哦。大日，比方说我打到地方，它就一个小洞。你在洗澡，大日也偷看你洗澡、啊。没有啦。啊、不然怎么洗澡的水可以打到大日？对、啊，他就在我上面，可是他没有。你在洗澡啊？对啊。哦，所以大致看你洗澡啊。啊、哦，然后我不想给他看到。我这样、啊。对，我就拿那个毛巾，然后把水沾着，在空中一直甩甩甩甩甩甩。要把大致遮住啊？没有，不是，比方说我这样一甩，打到大日，我打到大日中间一半，大日就变一半。哦。啊，我就这样一直把它打完，就消失了。对，然后奶奶进来一看。因为我在玩水，然后奶很生气。我洗完澡出来，奶很想打我，是吧？结果我说不是啊，是大日在偷看我洗澡，把他打掉。哦，大日偷看你洗澡。对，把他打掉。哦哦哦哦。大日偷看你洗澡，你都没有洗了，就出来了。不是没有洗啊，是把他打掉再洗。哦、打掉就对了哈、哦。对，然后有时候大日还会闪。闪，我打那边，他闪这边；我打这边，他闪那边。我会闪，就快闪。他好像是故意要偷看我洗澡一样。结果没办法，我就直接往他那边丢，他就躲不掉。哦，好这样。然后之后呢，他这样一丢，然后那个毛巾打在地上，大肉就陷在地上。哦。那我就踩着他，不让他看。我就，然后我洗澡都并了脚洗澡这样，要走也是这样，这样两只脚这样走，不会这样走，不让他看到啊。所以走厕所一趟就要一分钟。哦，在厕所。嗯，对。哦。那这个主题就是大自然分身，刚才讲过是一体两面。它应什么现象，应什么事而出现什么，有时候出大日，有时候出分身。以前在电视上片头常看到光中出无量佛、无量菩萨、无量大众、无量什么，光中出，诸佛光中出，大菩萨也是，凡夫众生也是。换句话说，光中啊，可以出现无量众生相，或诸佛菩萨，或光明净土。经典比如说释迦佛的心一旦显化，可以出现无众，讲出华严经，出现种种庄严，一样道理。我们人心中有本体，一旦显化的时候，就出现大日，形成这种无所不在。不是大日喜欢跟你，分身喜欢跟你，是因为你有本体啊，它产生一种变化，所以你不用恐惧，有毛毛的都不要，那个都是好的，不会害人，也不会副作用。你喜欢吃什么？那就随你变现，是依靠本体的功能，要有六相才可以。像现在我讲什么，他就可以看到什么，吃到什么。到后来你自己想什么就有什么。《无量寿经》的第二十页，随心所欲变现，各作异状嘛，什么样子都可以变现的时候，已经达到这种大圆镜智。那小孩子没有修，没有经典做基础，为什么有觉知呢？智慧在刚才讲，因为他有无漏种子。起现行，可是他不知道会有这种现象，他没有分别执着心，哎、欸，他流落得很完整，融入生活间，因为本体就和你在一起，在哪里都在一起。当他显化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你学校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他可以变出来吃。微摩诘经有百相幻，随意变现嘛，所以想什么可以吃到什么，那确实的，他可以随意变现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。所以我在几年前就一直鼓励你们。把你的本体显化出来，显化出来，它里面含藏万有，万物万华，都在你的心中，想吃什么就有，想用什么就有。因为人的本体
很有体相用，很多万象都在他生活中，他讲的范围只是两三项而已，可是事实上有无量意象，随着你小孩子的生活一类现行，生活范围就是学校的餐点啊什么什么，他不喜欢吃，哎，他可以变现，而且比原来的好吃，没有脂肪、胆固醇，什么都可以吃，只要你有六项，来自于你本体的无漏种子，从这个小孩子的细数中，你可以发现到人的内心里面含藏万有，即使有上根的人，你没有注意到一直向外追求的，还是一样迷住，不能悟，他就不能显化这些。而他讲的这种现象啊，表达生活间啊，是本体体相用构成在这种生活的完美。比如说他饿了可以变好来吃，万一他有酸痛了什么变好了，所谓佛法讲离苦得乐，心情不好的时候转化，因为这个转移啊，就是把不好的转成好的，污染的转成清净的，修道的目的是转有漏种子烦恼的转成无漏的，叫做转移。唯识论讲啊，到这个转移这一个关键，转移能转得过来啊，转污染、转秽土为净土，转肚子饿为肚子饱了，转不好的叫做离苦得乐，能这样活到百岁的那一刹那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，从短暂的生命进入永恒，也可以转，靠这个转，转出清净光明国度，就这样产生的。这你本体是给你的，本体是给你吃的，你那时候要感谢本体。大日会偷看你洗澡，你不用开灯，它一样给你照明。你要礼敬它，不能用毛巾给它甩。嗯，啊，万一它出毛巾，它你甩呢？你一定甩输它，对不对？你只有礼敬。它为什么要偷看你洗澡呢？这是你自己的想法，它也不是跟踪你，因为本体一直和你常在嘛，所以就出现大日，出现分身，在洗澡它一样出现。大日本来就是你的本体，每个人看到这个就是你的本体的体性显化，本体本来在里面，因为它无所不在。大日也可以瞬间变分身，像我现在讲大日一样，有大日有没有？在我头后面，你六相就看得到。你早餐有没有吃饭？有，就这些嘛哈、哦。对，哎，没错啊，你现在吃的东西在你前面。有，就这些。对，和你吃的完全一样。嗯，和谁吃？和本体一起吃，它出现你早上的画面有，想吃什么一样可以有，嗯，当场眼你可以看得到就可以用了，对，一个重点不能排斥，也不要有恐惧。你刚才讲有毛毛的，这个不会，都是很和善的，都是好的，是你本体像你的爷爷、你的爸爸一样啊，绝对不会害你哦，让你紧张。所以碰到洗澡，你继续尊敬他，来来。